再来一瓶，nice，好运连连，祝你们好运。先来喝一口这个，爽，口水刚才流出来了。就今天晚上暗黑的夜宵，就我附近家不是开了一个夜市吗？我感觉这个夜市就是让我每天就想着。今天也是算尝试了一下，我仍旧都想尝试那个烤冷面。早很早就听说过这个烤冷面，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吃这个烤冷面。就这样，我之前都没吃过。哦，这一碗是7块。这面特别有嚼劲。本来说是今天去修银行干活的，但是真的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特别不稳定。由于这两天那个电焊工，他那边可能耽搁了一下，墙体的钢筋没有焊好，没有焊接好，就那个银行的墙体特别的严格。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，就最多是那种挂网嘛，但是这个直接挂钢筋，就跟那个倒水泥一样。可能是银行吧，这个墙体的结构非常的硬。所以说今天就没活干，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之前修那个厕所。就我在的时候是把整个主体给做完了嘛，但是呢外墙的装修还没做。回来之后就去看了一下，就整个施工图完成的时候真的非常漂亮。第二个厕所是我看着它长大的，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，就感觉突然觉得我这个职业也有那么一点点成就感了。虽然说有钱，但是也是一滴滴汗水，那个夏天给它完成的，就自己也能赚钱，但是也能帮助到附近的村民，解决那个生理需求。这个东北烤冷面是甜的，就放了好看，就我看了放了很多的番茄酱。这个大烤鸡腿，这个鸡腿是8块，烤面7块，15块的3块5，18块5。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北方吃一下你们北方的烧烤。我直接整个皮就脱下来了。你们擦桌子。这鸡腿挺好吃的，它那个是小火慢烤、炭火烤出来的。我估计的话，明天就要上班了。其实我真的想我的末车快点到，现在已经到达广州了。从可能就是因为国庆节耽误了，从四川发到福建，发了好多天了，快5、6天了吧，还没到，还在广州。这两天真的福建真的超热，特别是今天，不知道你们那边热不热？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，你看我现在都穿着短袖，然后吃饭还会流汗。这烤冷面，
这烤冷，这个烤冷，这烤冷面感觉吃的有点像，这烤冷面我感觉吃的有点像辣条。好热，还有再来一瓶，明天又可以换一瓶了，直接一直换，一直有无限循环。你看我吧，满头大汗。其实刚才我回来之后都有去洗个脸，因为我想，哎，毕竟要在意一下形象嘛，毕竟我也是一个颜值美食吃播 UP 主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关注我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嘛。那么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